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我的阑尾炎犯了。那我现在带你去医院，或者我去给你买药。明天行程得取消，不能去爬山了。哎，不用，我这是慢性阑尾炎，要手术才能根除。我是想跟你一起睡。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可别误会。我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，我刚刚听到一声很惨的尖叫声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借宿一宿？我就在那边打地铺，我发誓，我什么都不会做的。不行，病人呢就应该睡在床上。那你要打地铺吗？我睡你旁边。不太好吧？你都一个人来我房间了，还怕我是坏人？啊，我对你有信心，对自己没信心。你不怕自己掉下去吗？我睡相很好的，不会掉下去。过来。干嘛？喝点热水，暖下肚子。You don't get to choose if you get hurt in this world, oh man. But you do have some say in who hurts you. I like my choices. I hope she likes hers.